生命的潮，一颗心装满爱，风再大不飘摇。有些人比我们更加学会把肩膀更加要做借别人依靠，用真心给了你了解的微笑。我是接到对面热情的商家说要报价合适，所以我就联络了我的组长，算了，我这边有诱惑不方便出来买东西的。上人有说过吗？有苦的人走不过来，有福的人就要走过去。好吃，真的好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好吃的。以前我跟你讲要吃素，不要吃这样的肉。你慢慢学习中啊，改变改变哦，少吃肉，多吃蔬菜，啊，豆腐啊、牛肉也 OK 的。真的，你吃起来不会很难吃的，是不是？嗯，也就是素食量。哇，慈济真贴心，可以让我的孩子学习吃素，没有孩子都没有机会吃到素，可以趁这个机会给他们学习吃素。以后去外面找食物就不会这样麻烦了，而且吃素也很健康，而且也很美味。嗯，对，昨天的炒饭真好吃。心中就会。